所以要来关心的就是这台中市的这治安哦，讲为着要来抢救这台中治安，内政部长江宜桦甲这警政署长王道军含这台中市长吴志强，今仔是做伙来开这台中市的治安的汇报，讲五人就着安尼会当来开药单，啊，找出来解决这台中治安问题好方法。为了治安问题，内政部长江宜桦、警政署长王卓君、台中市长吴志强即个徛做伙，展现因打击犯罪的决心。台中市长吴志强对中央来的两位救援投手期待加深。对台中市重要，对全国也重要，所以我需要中央的全力支持。而部长跟署长都答应我会全力支持我，决定要完成这个扫黑的任务。这个临时治安汇报，唔那是市府一级主管，台中市中官阶级的警官全部拢到啊，就连地检署的检察长嘛拢参加。专程来台中参加这个会的内政部长江宜桦讲，整合中央跟地方的平台，和打击犯罪更加有效率。就是由中央政府跟台中市政府共同努力，好好的来研商一下，我们要怎么样来打击犯罪，稳定治安。希望就是透过今天的这个汇报之后，我们能够让中央可以给予地方的资源更加的绵密，那大家一定要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。台中高头王吉人扣人枪杀的命案，包括未来也案件无新的进展，但是警方的歹代志却一层一层扣人变出来。重大治安事件对吴志强竞选连任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中央官员亲身出马，就是要来替吴志强找出治安做不好的原因。但是除了展现决心，民众期待的是，今日找出较具体改善治安的好方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